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看得到，看得到。好。可以，他就是拍电影。自拍，大哥眼睛长好了，好，就是他右眼，他左右眼都稍微清理一下，让他可以张开。阿月已经变回来了，对，他回来了，这么快？你还要拍吗？你慢慢来。画两个小时卸妆才十分钟哦。阿月饿了。嗯。你刚才化那个妆真的是。没有，因为我终于可以是大口张嘴巴。OK。OK。饿了，饿了，饿了。没张开眼睛。终于张开眼睛。他呼吸还顺畅，呼吸还顺畅。啊，然后我那个是几个人？黑弟来，黑弟来。OK。阿月化那个妆化多久啊？两个小时。很惨吧？不会啊，很舒服啊。很舒服吗？一直打瞌睡。一直就是躺着演戏。对啊，然后躺着。那个旁边那个餐厅那边。哦，他们可能在那个桌